转再转，222根细小的石木鱼刺瞬间乖乖被转出来，一根都没留下。利落拆解难缠的石木鱼刺才花不到3分钟，秘密武器就是这把外科医师友人建议用的止血钳。这较长嘛，啊入去了拄啊好，迄、那个角度拄啊好。啊伊后边再搁一个卡榫。你若夹到鱼刺，啥搁会使甲卡掉呢？鱼身划出两刀，止血钳上场，比起以往传统拔刺省下一倍时间。石木鱼切成薄片长条状，穿烫起锅，一碗逼近9分满，始终维持铜板价。大家一个礼拜只营业两天呢？对啊，很过分。应该多几天了。大家拢食几啊十年的老主顾啊，起个5块，起个10块嘛，无什么意思。原先仅周休一天，近期因为父亲脚伤，为照顾父亲又得兼顾生计，改做二休五，靠2天拼经济。佛心同买美食的，还有位于湖尾学区附近的火鸡肉饭小吃店。手起刀落，老板切出略带厚度的火鸡肉切片，每天限量供应10盘。煮肉饭、贡丸汤，还有一颗荷包蛋。高雄这样吃要超过100。有机会。招牌火鸡肉饭以及鲜酥炸后淋上酱汁的排骨饭，深受学生族群喜爱。学生的食量会比较大一点。学生的客群大概在我们这边大概占一半左右。除了一道主菜，老板贴心加码附上配菜，分量感十足，锁定学生客群，铜板价美食，量质价。三立新闻刘以德与您报道。